好，来，同学们，我们开讲之前先测试一下声音跟视频是否正常。今天是4月19年的4月9号，OK。啊，同学们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啊，刚才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傍日，4小时双底入场145.389挂单。啊，149.389挂单，止损144。我下0.12手止损，我会损失多少美金？0.12手，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话，145.389。其实这个很好去算啊，止损放在144.908。那么总体来看的话，止损就是我们按50点来算啊，五十点来算的话，一手的话就是500美金，零点一手的话就是50美金。啊，0.12手大概是在不到60美金左右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地方去挂多傍日的话，止损是50个点的话，那么如果是0.1手啊，那就是50美金的一个损失；如果是0.12手的话呢，再加上4美金，就一共是54美金的一个止损。OK，那么我上次有在群里去发了一个那个网站啊，就是在上上周的一个蝴蝶课里面去发了一个网站。那个网站是它专门来去计算那个每一个货币对它的一个点值相应的对应的这个风险。那么大家可以去那个网站去看一看，啊，选择那个按照百分比来去做风控，那么它会自动算出你以止损来去推算出你的一个交易的手数。好吧，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在课堂上去进行。好，再来看一下，傍日今天早上是 XABCD 啊，走了5个点，那么这个地方是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蝴蝶形态，而且在1小时当中踩了一个双底，不破前低，那么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机会啊。但是如果从黄金分割来看的话，这一波的上涨趋势起143.826为起点，那么正好也是在黄金分割的0.618的位置啊，一点都不多，一点都不少。啊，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刚刚点到0.618，145.12的位置，然后行情往上去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弹。那么，这个地方它如果1小时不破的话，在1.618这个地方容易形成一个日内当中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反弹上涨的行情。我认为傍日在今天的短线交易当中可以采取逢低买入的一个交易策略。那么，挂单还是在145.39啊，止损我们放到49个点，144.90。目标的话，我们给到146啊，给到146。146.45左右，作为这笔交易的一个了结的目标点位啊，这是傍日。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傍日现在，从整个大趋势来看的话，傍日现在还是在一个顶部啊，在一个顶部回调的周期。我认为这一轮上去有一个比较好的做中线的位置呢，也是在前高的一个价格区间附近，那么也是在148.50形成一个更大的蝴蝶形态。那么你往这个地方去对比一下那个RSI 来看的话，如果当 RSI 走到越过到超买区，当 RSI 越过到超买区，价格打入阻力区间，并且形成蝴蝶的话，那价格在这个区间当中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空的点位。
具体的区间呢是在148.40到149这个区间当中啊，也就是前高的位置。其实这一轮上涨下跌啊，这一轮的上涨下跌当中，其实棒日是完成了几个啊，棒日是完成了几个蝴蝶的嵌套模型啊。第一个是在 148.432 一个做空的蝴蝶，那么是在144.158一个做多的蝴蝶。OK， 那以及在这个这个地方的一个小的一个蝴蝶的扩展，那么包括现在啊，当然如果它这个地方是破下来的话，如果是走下来的话，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交易的。打比方说，如果止损的话，走到 144.242 的话，那么在只要是不破144，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个做多的交易机会。止损同样的参考放在 X 点的前低。OK， 啊，这是关于报纸的两个低多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先暂且不去讨论第二种情况，因为现在报纸还是在145之上运行，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交易的入场位置呢就挂在140。那挂在 145.40 啊，挂在 145.40 区间，好吧，止损呢我们放在 X 点下方，大概是49到50点左右。OK， 好，这是棒日。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我们看到昨天晚上是走了，相对来看的话走得非常弱啊。那么日线上我们看到顶部收出了一个双 K 反转形态，那么从 97.41 现在是下行，有预备破位颈线位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对于美元指数今天的一个日内支撑来看的话是相对比较重要的。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一小时图当中 XABCD 啊走完蝴蝶，那么在 97.45 正好是打到886的位置，一波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下行走势。啊短线来看的话其实从上周一直延续以来的一个反弹的通道啊，这个通道已经也是下破了。这个通道的一个压力线啊，一个支撑线已经下破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内当中最关键的阻力位，最关键的支撑就是在97关卡。那么我们给出的一个研究的方案就是说，如果美元在今天能破掉97关卡的话，因为这个地方是有测过一次，是吧，反弹的一个力度相对来讲是非常有限的，可以看到。如果再次下去的话，美指就有可能去96。就有可能去跌到96，所以说在这个空间当中，我建议各位投资人现在暂时不能去追高美元，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要去买美元，不要去做多美元。相应的非美货币当中呢，现在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空那些比较低位的非美货币，那比如说欧元，那么在 1.20 关卡 1.12 关卡位置就非常低了，对吧，在关键的一个支撑位置就不要去做空了。那同样的美元在高位你也不要去追涨。就是现在如果今天在97这个地方它站不住的话，你看4小时当中啊，4小时已经有了一个大阴线，是吧，这个地方的运线已经下破了，这根是个运线，当运线下破的时候并且打破颈线位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破位行情。我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标准的运线组合，是吧，它的母线是前体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实体，那子线呢是孕育在这个实体当中，它的上下影线不能超过母线的高点和低点，所以说这种组合我们叫做运线。那么在这个组合当中，我们看到运线是在4小时当中运线是在 97.05 这个地方成了一个这个止稳的讯号。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这根 K 线它是往下走的。那如果是往上走的话，如果运线是往上走的话，它倒有可能会持续形成反弹。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对于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地方，那你看这个组合，这个啊，这个是4月3号7点到4月3号11点。这两根 K 线所组合出来的一个
一个这个形态，它就是一个阴线的组合，它是往上走的，往上走的，它没有下破，并且这个地方有支撑上去，看没有？这地方有支撑上去。我们再举个例子啊。这个地方也是个阴线组合，对吧？只不过它的子线会更高一点，但是它还是符合一个这个阴线的一个形态。但是这个是遇顶之后往下走的，没办法创新高了，是吧？阴线破新低，然后开始往下走。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你在4小时当中啊，就这个地方它再次出现一个阴线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它如果是下破的话，我们称之为在交易当中称之为阴线下破。阴线下破就是继续看跌的信号。所以说，这个4小时的一个4小时的一个信息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1小时当中，我们看到，哎，这个底部呢，已经有二次去测试的一个趋势，打破之后就有可能会继续走低。就可能会继续走低。那么新的一个调整行情，可能就会在破97之后正式开启，也就是本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非美货币在本周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节奏，可能就是反弹为主。好，你看像英镑啊，还有那个澳元啊，对吧？还有这个欧元，甚至是黄金。那么最近表现，这两天的表现啊，本周以来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可圈可点的，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位置，是吧？都分别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个反弹。同样的话，美元呢，在这个阶段表现的也不太好。好，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那个欧美。好，欧美当中呢，我们昨天看到，就是说，现在均线已经开始往上去交死叉了啊，交金叉。那么现在对于欧美来看的话，整体行情是呈现一个多头的排列。欧美来看的话，现在是呈现一个多头的排列。那么整体两个均线开始交金叉，那么价格是走到了这个日数轴线的一个周数轴线的一个阻力之上破上去了，并且创了一个新高。那么接下来就是等一个回调了啊！我认为欧美现在现阶段的一个主要的交易的思一个主要交易的思路逢低做多啊。今天关注的位置呢，在1.34，在1.1240前方的一个支阻互换位，根据趋势交易系统，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一个挂单入场。啊，我们也可以挂一单啊，欧美的话直接挂在那个。零点，看一下，1.12424的位置，1.12424挂单入场，50%黄金分割的50%回调。OK，止损我们给到25个点啊，放到1.12177的位置。第一目标前高1:1啊，第二目标我们放到数轴线的第二阻力位1:2吧，啊，数轴线的第二阻力位，欧美逢低做多，那前方支阻互换位的一个向下的回调，破位前高再创，啊，整个上涨趋势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一个上涨通道在破位底部的一个三角整理之后呢，现在正在成型。OK，这个一个新的上涨通道正在成型。那底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也是前低的支撑，并没有下破，双底反转，啊，双底反转，啊，这是欧美啊。好，再来看一下英镑，
英镑最近的一个交易的思路，我认为还是相对偏震荡一些啊。毕竟1.30的这个关卡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下破，所以说我们对于英镑的看法，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日内短线的一个交易。那么这个短线交易你要去找到那个比较好的入场点。我们昨天给大家去看了一个英镑的最近的一个压力位，那么它的压力位呢是焦距在1.34，焦距在这个1.34、1.33、1.32。接下来的1.31附近形成一个下跌的一个高点变低的排列组合。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英镑顶部的一个空单啊，英镑的一个整体处在一个反弹的趋势。那如果今天是走到1.3150附近的话，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结合看一下，可能会有一个做空的机会。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入场做空的形态，那么运线。运线是非常重要的啊，运线在日本蜡烛图技术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K 线识别的组合。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出现运线的时候，又是在关键阻力位，那么价格就可能往下走。比方说这个，这个。我们去翻一下日本蜡烛图技术的第三章啊，第三章在第几个章节我忘了，里面去专门去有描述到这个 K 线组合的一个形态，叫做运线。比方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啊，这些都是入场的好点，都是入场的非常好的止跌或者止涨的一个形态。那么，如果今天包括在这个地方，是吧，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入场的信号，包括这个地方，英镑的这个叫做 inside。把运线技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 outside bar。啊，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是第二个，但是呢，inside bar 它的这个在这个蜡烛图技术当中占的权重，实际上要比 outside bar 要更高一些，要更重要一些。啊，所以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历史上面的一些回顾啊，你可以看到价格在这些关键阻力位、关键支撑位所给到的一个运线的排列组合，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的反转的迹象。那么这两个入场的叫做，candlestick entry。它是比较进阶的啊。OK，好，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如果英镑再次走到1.31啊，1.3150的时候，这个地方关注一下价格入场的机会。那当你去使用采用这个蜡烛图技术，然后配合这个形态来去使用的话，在那些关键的位置，很容易去捕捉到一些入场的好点，非常非常容易去捕捉到入场好点。啊，关于这个运线的一个入场的方法，关于运线的这个止损，关于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入场啊，止盈啊，对吧？包括它接下来怎么去进行一个管理，那么我们会在本周六的一个蝴蝶课上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OK，好，再来看一下澳元。
你看澳元也是嘛，啊，我随便找找几个就是。是吧？你看这地方非常标准的运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地方，啊，那这些关键的位置，我们看到，它都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止跌或者止涨的信号。那我们需要去根据这些交易的一个路径，或者是市场当中给出来的一个 K 线反应，在具体的位置去寻找到入场点，在具体的区间当中去寻找到入场点。OK，好，我们昨天对于澳元来看的话，昨天给了一个这个蓝色的一个竖轴状的一个压力线，那么它是在1.7130到1.7140区间形成了一个来自顶部的一个压力。那今天来看的话，往上去测，如果不破，有可能会继续回调。如果不破，有可能会继续回调。如果往上走的话，啊，第二个观测的压力位是在0.72，所以说它如果往上走，大概还有一个差不多60到7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那这两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短线做空的机会，短线做空的机会，可能日内当中3到40点、4到50点的一个短线做空的交易机会。当然，如果是从最近的一个非美货币的表现上来看的话，我们用趋势交易系统来看啊，就是最近澳币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震荡，但是呢，最近由于美元在下行，所以说澳币我们看到本周也是突破了这个竖轴线的一个阻力位置啊，竖轴线的一个支撑，均线开始往上去较金叉。现在呢，整体来看的话，在短线上来看是一个偏多的走势，短线上来看是一个偏多的走势。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大家在这些地方去追多啊，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关键的支撑阻力位。不要去，尽量的不要去在关键的阻力做多，关键的支撑做空。那你去看，还是比较强的啊，尤其是这根 K 线，买盘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强的。阳线上涨，回调，再次上涨，这其实上是一个中继啊，中继形态。OK 啊，这是澳币。今天如果上不去，如果今天在0.7140上不去，可能会再次往下走。所以说我建议不要在这个地方去追多啊，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价格打入到0.7140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反应。OK，好，再来看一下美加。美加是昨天晚上反应比较强烈的一个品种啊，因为昨天晚上美元原油，我们看到美原油再创新高，走到了这个64，原油再创新高，走到了64.450的位置，那么自然美加我们看到也是在顶部出现了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整个美加当前的一个状况来进行一个描述的话，我认为还是偏向于震荡啊，现在正处在一个前方的支柱结构位啊，4小时当中大阴线下来，自然不能去做多啊，因为这种阴线的一个做多美加的话，这个阴线的一个动能有些强，阴线的动能稍微有一些强，那么对于整体来看的话，美加现在日线图当中也是吞没下来，非常非常大的吞没，那么底部这个支撑有可能会守不住。按照当前的一个美加的走势来看的话，底部的支撑非常非常有可能守不住。那么，如果1.33关卡失守的话，1.32这个地方会成为下一个支撑，也就是我们讲的买点，美加的买点可能会出现在1.32。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在这个1.33。
用 AB 等于 CD 来看。啊，在1.33用 AB 等于 CD 来看的话，那这个 D 点呢也是1.32480区间。OK，接近这个前低的位置，接近前低压力线的位置，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反转区。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考虑在这个地方去，考虑美加的一个多单就可以了，好吧？暂时不建议这个地方去追空。OK，好，当然从整个美加现在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就说如果能破掉前方高点走到高位，还是要去空的。啊，就在高位空，不要在这个中间价，并且接近底部的一个支撑线附近去做空美加。OK，啊，这是加币，我们再来看一下美瑞。啊，你看一下美瑞的三十分钟啊，美瑞三十分钟实际上是走的比较规律的结构位，好，那么我们看到美瑞在三十分钟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位是焦距在0.9960。那这轮下来，我们看到美瑞是没有破往上去破新高。那如果是往下走，打成一个低点的话，那这个低点的入场位置呢，可能是在0.99599的位置，往上去做一个蝴蝶。啊，美瑞的往下去走的话，潜在的一个反转趋势在0.9960这个地方往上去做，可能有一个蝴蝶做空做多的交易机会，蝴蝶短线做多的交易机会。我觉得从整个美瑞的一个最近的表现上来看的话，还是偏于震荡。单边趋势必须要等一些关键位置下破，才有可能会被打开。那现在美股是再次走到高位，对吧？我们看到美日昨天给的反应是比较强，美日昨天往下走的反应是比较强，这地方那形成一个蝴蝶，往上测两下不破，往下走。那美瑞昨天的表现呢，也有一些开始往下去松动的迹象。但真正的大行情，就是说如果破位0.9950这个长线支撑的话。那破位200日线支撑以及这个蓝色线的一个，从0.97到0.99啊，如果能破掉这个支撑的话，这块区域会成为一个打开下方空间的一个阀门。那我讲的是比较急促的大空头行情，就再次会有可能因为美股形成一个。在短期内形成一个避险的一个这么一个这个通道啊，像这个瑞郎啊，像美元啊，像日币啊，以及黄金都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啊，这是美瑞。最近我们看到美股当中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波音公司啊。波音公司现最近股价是跌得非常非常厉害。那么不管是从社会舆论来讲，还是从接下来的考虑到公司的一个转型，那么波音在美股当中的一个也是当然是属于世界的这个顶级的企业啊，特别是军工企业，属于世界顶级制造，包括这个船产业当中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可以说是排名前十的公司。那么它在美国最近对于美股的影响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这个事情的这个影响力继续扩散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对美股接下来的上涨或者为在下一次的下跌做好准备。OK，啊，所以说对于瑞郎来看的话，我其实最近一直在等一个高位啊，这个高位我昨天也在解盘当中跟大家去提示到了，我说这轮反弹如果能走到高位，
我会考虑在我会考虑在1.00970。我会考虑在1.00990附近去做空美瑞。啊，现在不是不想去空，因为这个位置我觉得还稍微低了一点。那当然，第二种选择就是如果破下去，它不给高位的话，那你直接就是按照交易系统去做就行了，是吧？它的周期性可能会打开，就这部分破下去之后，它的空头周期可能会被打开。现在还不能不好不太好去做判断啊，因为整个美瑞来看的话，它的位置还是比较高的，美瑞还是保持在高位震荡，而且这种震荡的格局维持了很久啊。从去年我们看到美瑞是从去年年中开始，是吧？3月份开始走上来，走下来回调。再走上来，再走下来，再走上去，再走下来啊！这个涨势还并没有形成非常明显的一个破坏，并且呢，这个地方你看都是在震荡，整个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到2019年的这个第一季度过完，进入到第二季度的时候，美瑞依旧还是在顶部震荡。就是我没有理由去过早的去猜测美瑞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空头周期的破位。那如果是破掉支撑线，通过一些迹象，我们可以发现，可能美元要进入深度回调，美元进入深度回调，那么美瑞就有可能会走出一个周期行情。好，再来看一下原油啊，我们刚才讲了，原油最近关注的重点的品种还是原油啊，原油现在已经走到了0.618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已经到了。那么在原油的一个最近的涨势当中，在最近原油的一个涨势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它是从77跌到了60，跌到了41，然后从41反弹到64。啊，我们在年前跟大家画的这个周期的一个分界图，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这个周期的分界图，一月份到，是吧？基本上都是2000点的上涨和下跌，所走的时间呢，我们看到10月份，这是从9月份，17年9月份到18年。9月份啊，一年的时间，啊，差不多是整个周期的话，差不多都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从去年这个12月份开始结束的一个底部，是吧？这轮下跌结束，一直到上涨，今年是4月9号，那么到5月份的话，也是正好半年的时间，正好走到这个正好走到差不多年中的位置，如果是从时间来推断的话，从时间来推断的话，原油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去筑底，有可能会在这地方筑底。那么，如果从技术形态来推断，从价格来推断的话，现在是走到618的位置，前低的一个支柱互换位。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来看到原油的一个动能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之前去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关于原油的一个价差的变化。这一轮原油上涨主要是来自于基本面的推动，为什么呢？因为长期、短期价差出现了变化。因为远期储存原油是需要成本的，对吧？当远期价格跟近期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会导致供需极度失衡，会导致供小于求，就是需求大于供给，这样的话就会推升油价上涨。这个是做原油基本面一定要研究的东西，必须得看。好，那么我们从现在单纯的来谈技术层面的话，那么原油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阻力位，这基本面没有变化啊，还是看涨。但是技术面上原油是处在阻力位，阻力位自然就说做多的一个空间会越来越小，往上去做多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啊，因为底部的一个原油的头寸，它需要在某一个地方去平仓了结。当走到关键阻力位的时候，
你的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说64到66这些顶接近顶部的区域，或者是未来可能会形成头部的一个回调点，不再适合去做一个长线或者是中线的买入计划，而是考虑在这个地方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逻辑去建立我头部的一个空单的仓位。我们来用那个，好，我们来用那个这个学院的交易系统来看一下啊。其实，在这一轮原油的多头行情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好的交易机会的。我们看一下，分别在这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好的做多的位置。就在这段趋势行情当中，它一旦周期打开之后，那么回调的一些买点都是比较好的做多的位置。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原油现在是接近了这个，现在已经破位了这个周数这些的第二阻力位，啊，第一阻力位在周数这些在这儿，这是它的第一阻力位，啊，接近第二阻力位了，往上走，空间相对来讲非常非常有限。当然，如果是我们如果是按照交易系统来去机械的执行一个品种的话，其实现在原油还是继续做多的，继续看多的。你需要等一个回调，是吧？等它回调到63，回调到63这个地方，你才能买入。所以说64.50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会去空，我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啊，我会在某一个价格或者以某一个形态去空原油。我看到今天早上有同学在这里空了500手，啊，可能是平台的原因啊，他的500手是0.5手，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平台啊，还是有点意思。我看了一下，好像报价有点不太一样。我看一下，这个同学的报价是64.28，64.50。啊，这个 K 线形态也有点不一样。啊，我这边是欧安达的报价。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以自己平台的那个交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报价为主。64.50。64.28，啊，应该是差别不太大。那么现在原油来看的话，当然我现价不会去空它啊，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原油每一次在顶部、底部的一个表现。
刚才讲过啊，这个地方你看是一个运线，对吗？一个标准的运线。再看一下顶部，标准的运线。OK，好，所以说在4小时当中，现在我如果要去空原油的话呢，我会等，至少这个地方有一个运线出来，至少有个运线出来，我才会考虑我要去布局原油的空单。让它收运线，我才有可能考虑去布局原油的空单。OK，好，这是由啊，不再去多讲。关于具体的一些入场的方法或者入场逻辑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因为现在还没有交易机会嘛，我们只是说一个大概的思路啊。接下来的一个具体的入场点位，我会根据这个地方的 K 线形态，然后再告诉大家我会怎么去布局空单。好，看一下黄金啊，我们看到黄金现在黄金的一个小时图当中，走到了前方的支柱互换位啊，出现了一个回调的动作。黄金的支柱互换位出现了一个回调的动作。现在就说，如果这个地方上去的话，1303这个地方上去的话，我们就直接到高位去空啊。现在我个人对黄金的看法和建议还是一句话，总结出来一句话：根据交易系统，逢低做多。OK，根据交易系统逢低做多，当然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地方也不是交易系统入场的位置，是吧？关键阻力位它也不是交易系统入场的位置，1295。1295，黄金挂单入场。止损50点，1290.14，第一目标还是放在前高附近，阻力位1302，前高阻力位1:1.5。第二目标等往上去破。他就说，如果能破掉这个阻力位的话，就说黄金啊，现在还是一个多头反弹的一个趋势，对吧？它如果能破掉这个阻力位的话，上方空间就比较大了。所以说，我们暂且来看的话，先设置一个目标啊，就是1304前高阻力位附近。第二个目标，我们等这个地方破上去，往上走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啊，破上去往上走的这个空间会更大一些。OK，啊，逢低买入1295.17挂单入场，止损1290.14。好的，再来看一下欧镑啊，欧镑我也是持仓了很久了，欧镑呢到现在一共是有。欧镑到现在呢，一共是有这个接近4个月的持仓啊。在这个空间当中，还好是一个套息交易啊。如果欧镑不是套息交易的话，那么它的一个成本可能也会比较高啊。英镑因为英镑现在是一个高息货币，
欧元呢还是在一个还是在于没有进行加息，所以说它的利息是比较低的，没有利息。所以说我们去空欧镑的话，相当于是卖出欧元买入英镑。那这样的话就是银行借给你欧元，你来买英镑，它会付给你利息，这个叫套息交易。对于欧镑来讲，我觉得现在是属于一个盘整行情，啊，欧镑今年的大行情可能要在下半年才能打开，啊，进入到5月份来看的话，盘整一段时间。4月份到5月份可能会继续盘整啊，盘整的区间呢就是0.87到0.85，大概200点左右的一个。啊，大概200点左右的一个这个盘整的区间。那么下半年如果能破掉0.85的话，往下看还有很大很大的下跌空间，还有非常非常大的下跌空间啊！这是欧镑，我对欧镑在今年来看的话，会继续持有顶部的空单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不会给再次给机会了啊。如果我有头寸的话，我肯定会继续拿好，我不会轻易的去放掉这个头寸。最可惜的就是在行情最后爆发的时候，因为现在来看，这一段趋势还只是一个开头。如果接下来下方空间被打开的话，这一段上涨、这一段盘整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趋势要下破之后才能打开。往下走还有1000多点的行空间，或者是破位之后，最少还有八到900点可以往下去做。欧镑的8、900点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好，再来看一看那个，那个欧日啊，欧日我们昨天是有在欧日，昨天我们是有在这个通道破位之后回调61850%，对吧？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供给发生不平衡的地方去做一个空单啊，最终是止损离场。暂且来看的话，欧日现在不再去进第二单啊，因为总体来看，如果这个上升通道它。啊，如果这个上升通道再被破坏之后又重新创新高的话，往往行情会持续延续。啊，因为我不看后面，你看这个地方是破通道的，底部通道破位的，一个下破回踩，是吧？下破回抽，止损前高的一个常规交易的方法。但它破掉之后呢，创新高之后就不再去空它了，啊，这个行情就有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变数。会出现另外的变数。OK，那么我们看到昨天欧日这个地方呢，也是大阳线，这个大阳直接上来，啊，大阳线直接上来这块区域呢，就再次由供给变为需求，这块区域就再次会由供给变为需求。这块区域，
那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个做多的位置。入场做多的空间，啊，供给汇变的需求。好，从日线上来讲的话，欧日目前来看，我们看到下影线已经收出来了啊，这个地方下影线收出来了，走下来之后大阳线上涨，今天早上呢是一个这个高开，对吧？高开走往下走了一个回调，满足买单的需求，再往上走，啊，接下来下方目标，欧日我认为接下来的目标的话，我们继续得看到。还得继续往上看啊，继续往上看。下次有可能会测126，甚至127。好，再来看一下那个澳日。啊，澳日现在我们看到昨天也是底部受了一个很强的拼板啊，下方今天早上是高开走到。79.284的位置啊，满足这个地方的一个需求。我们来看一下一小时、四小时的一个变化。OK，就是这。好，那么对于澳日来看的话，对于澳日来看的话，今天我们看到，昨天是在日线图当中啊，K 线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反应。那么，四小时我们看到吞没形态再次往上去收啊，这根上影线打下来之后，再次往上去走。那如果是待会儿1点钟收线的话。四小时收一个吞没形态，并且是价格是走到前高的话，我认为澳日继续有可能会去创新高，澳日有可能会继续创新高。下一个目标就是在70，也就是80啊。好吧，在80附近我们再去空它。啊，在80附近我们再去空澳日。OK，那同样的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蝴蝶的延展。OK，啊，反转区呢是在80附近，先把它标注在图表上。XABCD。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白银呢、啊？白银其实很好看啊，就是白银这个节奏我一看就知道该去，接下来是要怎么做会比较好一些，就是逢低做多啊，因为白银这个底部我们看到是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是吧？14.867，再次往下测。踩底不破，一小时的结构位呢是在这儿，你要再次下来，多单被满足，再次往上走。其实你可以根据做白银的话，你可以根据这个用 M 模板来去看。M 模板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趋势当中的这个趋势开始趋势线的往上走，行情叫金叉。你看这个地方正好是落在 M 模板的标准黄金的买点。啊，标准白银的买点啊，不是黄金，标准的买点，这个地方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位置，下来就做上去，对吧？标准买点。啊，接下来就按照这个思路往上去做，因为现在这个均线的金叉才刚刚相交。啊，
现在这个均线的金叉才刚刚相交。往往在均线金叉刚刚相交的时候，并且价格在往上走的时候，那段趋势当中的1、2、3、4前三个打入到交易系统当中的一个入场机会是最佳的，因为它会随着行情的一个趋势的衰竭，交易质量会逐渐下降。特别是像这个时候，你看当均线，那最好入场的机会实际上是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是最好的。1、2、3，当它开始逐渐收窄的时候，这个开始纠缠的时候，均线开始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对吧？我们在讲，我们以前在讲，其实这个交易系统它的一个原则实际上是鳄鱼法则。鳄鱼法则就是当它的口打开开始进食的时候，趋势行情会加速，或者是整个一个力度会扩散。当它开始均线纠缠的时候，这个时候鳄鱼的嘴巴开始闭拢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交易质量会随着均线的一个夹角的一个减缩，交易质量会下降很多。所以说刚开始，你看刚才刚开始休息一段时间，刚开始进食的时候，嘴巴才刚刚打开，你看这个嘴巴，那这个嘴巴刚刚打开的时候，交易机会往往是最好的。这个是技巧，就是我们在去做一些信号筛选的时候呢，也会采用这个技巧，会去重点关注刚刚去变化的那个周期当中的那几单。黄金其实也是类似的，是吧？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很好入场位置，做黄金啊。你看这些地方，你看1、2、3、4，你看慢慢收窄的时候，你看均线开始纠缠，交易质量就会越来越差，交易质量会越来越差，哎，直到出现新的转机点，它又会刚刚开始交叉的时候，又会出现好的入场位置。对吧？你看这个地方，你看盘整，啪一下过来，最好的入场位置就在这儿。你看均线开始往上去收的时候就变差了，就容易被止损。包括在这个地方，你看刚开始交叉的时候啊，多单入场止盈，你看这个地方往下走了，多单入场止损。直到出现下一次交易机会，OK， 这是关于黄金跟白银啊，我觉得最近的这个避险品种是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包括我刚才讲的美日，还有那个美瑞，看到没有？美日多单开始有一些迹象了，开始有些转换的迹象了，对吧？你看这个均线开始往下走了，现在还没有交死叉，第一次交金叉是在这地方交的。开始往下交死叉，这个结构的变化会很明显。每日这个结构的变化会很明显，因为现在是踩在颈线位嘛，是吧？现在是踩在颈线位嘛，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需求区的，它是一个需求区的，下破之后变供给，你看，打上来就下去。是吧？下破之后就变供给，打破了下去。这地方同样的是个需求区，啊，下破下去变供给。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模板。哎，你看，现在是破了周数落线，啊，均线交死叉。一旦往下走，这块区域呢就会变成一个高空的位置。啊，就逢高去做空，逢高去空每日就可以了。啊，那主要是在使用的时候呢，你去加日，昨天有点强，前两天的空单先出吗？我们看一下加日啊。
假日我觉得可以不用出，为什么？因为1小时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不用出啊，一、二、三、四，1小时形成了一个 safe 啊，所以说我认为假日的话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假日还可以继续持有的。就未来，如果我们来算一下，如果现在美股，现在原油是走在非常非常强的阻力位置，原油一旦回调的话，美加就会反弹，美加会反弹，加币会贬值。那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说，最近美股在下跌的话，美股一旦下行，那么会带动日币的一个避险买盘，会带来日币的一个避险买盘，会增强日币的一个避险的功能。那这个时候美日就会往下走，加币会由于贬值，在这个时间阶段弱于日币，日币会由于避险的一个买盘，会增加它的一个这个未来增值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加日就会往下去跌。所以说加日空单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拿。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同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啊，祝各位交愉快，明天下午再见，拜拜。